段时间，很多上线的不管是电视剧还是网剧，大多数都扑街了，很少可以出现一部作品让观众满意的。可能也是因为这样，就出现了很多翻拍剧、改编剧等众多剧目，像是最近宣布改编的《转角遇见爱》，已经杀青了一天，《屠龙记》等，人家好歹也是拍了很久之后才重新翻拍的。但是像《极爱》这样刚刚结束三个月就翻拍的，真的不算常见吧。《极爱千岁大人的初恋》《极爱》最近网上流传出一张电视剧备案，其中赫然包括了刚刚结束三个月的《极爱》。很多网友知道这个消息之后，还以为是《极爱》出了第二部了呢，结果再仔细一看，备案上写的主角名字、情节发展完全就是跟之前的一样的，这就有网友猜测，难道是翻拍电视剧备案《极爱》？要是这真的翻拍，那就真的是史上最短时间的翻拍剧了。我们都知道《极爱千岁大人的初恋》是根据小说改编的，由人气演员黄景瑜、宋茜主演。这部剧当初在开播之初就获得不少的关注度，除了黄景瑜、宋茜粉丝互撕引人关注之外，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，就是这部剧不管是演员还是剧情全都在线。这部剧在结束的时候还让不少的网友大呼舍不得，《极爱千岁大人的初恋》其实你要说翻拍的时间久一点，观众看起来也不会感觉到很别扭，但是关键就是这才刚刚结束三个月就要重新拍摄，要是选一个演员吧，观众看起来出戏，收视率肯定也不会很高，要是不换演员了，你还不如来一个第二部让观众有点新鲜感，这样的翻拍看起来就是一部既浪费时间又浪费资源的剧，也不知道投资方是怎么想的。极爱黄景瑜饰演贺兰静婷，极爱千岁大人的初恋，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？你认为极爱千岁大人的初恋真的会翻拍吗？如果翻拍的话，你会去看吗？在下方的评论处说出你的想法吧。本文为吧声原创，禁止搬运及抄袭，图片来源于网络侵权，请联系删除。